嗨，大家好哈！今仔桂妃主哥来到这个咱个清水哈，这个净思堂啦哈，咱个长照据点哈。咱今仔日哈要来画这个梅花哈。咱即马这个冬天哈，拄啊好梅花哈，即、這個、过年个时阵哈，足侪个梅花拢哦，拢会开啊足水个哈。梅花开煞吼，就是我较开桃花，安怎无？吼，桃花就是咱个春天个吼。春柳啊是柳叶都是啦吼，咱即下要画梅花咯吼。第一步来第一个吼，桂妃主有讲过吼，我老遮年咱遮拢是吼，七十外岁、八十外岁，甚至嘛有九十几岁吼。即下桂妃主吼，咧甲恁教的时阵吼，咱个毋是用少年的方式吼，我会用吼，迄若复杂的吼，着甲伊。甲讲好简单，安尼恁就学会晓，安尼好无吼？你看看吼，我会一步一步甲你讲。第一步，咱画丛，吼，迄个梅花丛。第二步，画枝，吼。第三步，画花。花画完了吼，咱再去甲你看吼，倒位啊，搁爱画枝。所以枝是爱画两摆，安尼听无？搁来，咱再画花丝、花蕊。安尼听无？吼、第一步为啥？长。第二咧，画枝。第三则画花，吼，画花画煞了，咱则去布枝，吼，则去布枝。啊，过来就是要画迄个花花蕊，吼，安尼记起来，吼，五步安尼就会晓，吼。好，咱即摆吼，因为梅花吼，咱即摆即个假设，咱即摆即个作品啦，吼。作品要画的时阵吼，伊当然嘛使画，会使画横的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请你画直的吼，啊，要安怎画吼？第一步，你甲我讲要画啥？长哦吼，来，咱即阵长的时阵吼，来，这支笔吼，你着哦，我常听你讲吼，老师哦，我手吼在画图的时阵，抓一下，抓一下对无？来，我抓互你看吼，安尼有抓着无？吼，哦，即阵长吼。你着安尼抓一下，抓一下，哈，抓一下，切抓一下。哦，有先老长哦，有呢，吼、哦，哎呦，老人讲吼，老波嘛有好用哦，吼、哦，吼，嘿，啊，咱这边吼，这边我同款吼，啊，着家安尼抓一下，抓一下。你看，你有看我跳到家抓对无？吼、哦，安尼吼，哇，这叫做老长啊，吼、哦，老长迄根吼，咱着先家画起来，啊，再来吼，着要来画枝对无？嘿。啊，画枝吼，咱着先怎啊先从位遮画出来哦，啊出来，啊着过起来，啊种中个吼，改咱一空，咱一空着是正，哇，正吼，完全正吼，完全上面来看啊画起嘞，哦，安尼一枝啊对无，吼，啊再来吼，伊即摆正边有，咱搁倒边搁改掠起嘞，吼，同款吼，搁过来咱一空好啊，吼，哇，安尼，哇。伊这老丛是毋是伫遮嘛，对无？啊，伊着几边啊翻嘛，吼、哦。好，咱遮同款咯，拢会搁翻出来，啊，咱着搁家翻出吼。安尼，迄个，这枝是毋是串串对无？无要紧，你若看着安尼袂串串串吼，哇，这搁较赞，吼、哦。你知影，迄吼有迄种感觉啦，有迄种感觉吼、哦，嘿。啊，过来，咱着搁家画出来吼，安尼起来。啊，这边哦，这边有画，那这边嘛爱画啦，对吧？吼，来，你看好啊，吼，我搁教你步数哦，吼。咱今仔要画作品的时阵，来，这条感觉长啊，短，长的，吼，这嘛是咧教恁撇步哦，吼，这叫做长的。所以这边要画长啊，短，对啦，哎呦，一夹到会了，画短啊，吼，来。安尼看起来吼，较水哦吼，来，咱直接来起来就好啊。哦，一个长，一个短，啊，伊的迄造型会搁较水。哦，你捌看过观赏到人迄插花无？有吼，插花是毋是安尼长，啊，搁短，对无？嘿，咱着用安尼方式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，你即马叫我画这边吼，画长的时阵，啊，这边着安怎？来画了短，安尼好无？嘿，安尼伊个造型吼，伊就会较水哦吼。好，来，咱这边就贴起来吼。好，来，这边就莫搁长起来吼。好，安尼，好，安尼起来的时阵吼，咱枝就差不多啊。好，啊，再来要画啥？
哎，对对对对，第三波吼，这就是斩，来嘞，这嘞，一，啊，第三波，灰，吼，啊，灰灰的时阵吼，要安怎画吼？来，甲恁讲吼，第一，咱白色的吼，中规矩哦，拉拉的拉拉的，这个白，了吼，笔尖，就改用红的，啊，你啊你看有无？吼，嘿，来哦，吼。啊，咱这中心吼、哦，就先给点一点，吼、哦，然后吼、哦，来啊看好，来咱这画单板的吼、哦，是过来一班，吼、哦，来两班，三班，四班，五班，啊，你看无？哎，这就是迄个正嘛，哇，有看到啊吼、哦，嘿。啊，即款迄个边仔吼，因为伊梅花吼，伫一个所在吼，有时拢会发到三蕊、四蕊、五蕊。哦，啊，即款连连做伙是要安怎画？同款一蕊一蕊啦，这叫做正。吼、哦，啊，偏啊红的吼，偏啊的，吼、哦，来，只伊只有扎着吼，两，好、哦，来啊，看好，只两，中间一个。所以就是三，所以嘛是五班。再来哦，吼、哦，即马遮哦，来一、两、三，对无？即马遮咱着家画细细啊。哎，半开的，吼、哦，下过来哦。咱即马吼，遮着一、两、三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咱中个一只我甲讲个一点一点。即马遮是毋是阁有咱一个空呢？就是爱画正了。吼、哦，嘿，就是正正的迄个看起来正起来吼、哦，来中心点一点，来，吼、哦、来看吼、哦，你若画袂了，你就是安个空起来，对无？若袂了，就是安空起来，啊了咱个擦拭，安尼会晓无？吼、哦，啊你若会晓的人吼、哦，就是安个洗一下，啊就抓过来，吼、哦，袂晓的人吼、哦，我搁教你吼、哦，来圆口啊。会考会晓吧？会吼，啊，咱只来捏起，捏起来，哇，安嘛是同款，真水，安了解咯？好，过来啊，吼，来几班？五班吼，诶，五班就出来，吼，嘿，拢会使用无同款的方式咯，吼，拢会使无同款的方式咯，吼，免烦恼吼。过来吼，咱这是正对无？啊，你啊，再搁画侧面的吼，侧面的来指。接中个十条个两吼，来三四同款咯吼，来这边嘛是指吼，啊，过来哦，两来三四五吼，吼接三对啊，来搁接会使搁一对哦，吼，我有讲个一个所在吼，拢会真侪对哦吼，啊，拢夹做伙吼，好来，爱接吼。甲咱个樱花吼无啥共哦，樱花伊个迄个骨吼，花个骨足长诶，梅花个骨拄好拢粘伫即个枝，安听有无？吼、嗯哦，所以吼咱着无剩咯吼，过来面顶要安怎画？吼、哦，来看好，我有讲过，第一步长，第二步枝，第三步花。吼、哦，花拢先画完吼、哦，来看好侧面的，还阁会记得无？来三笔，对无？来接两个，一、两，好好，接阁一个，嘛是侧面的了吼。哎、哦，看我侧面吼、哦，来，吼、哦，好，阁来咱着画花苞。花苞就是画一个花瓣就好啊，吼、哦，画一个花瓣。后、哦、你若袂晓画，我讲过，考咧，对无？来，这个我嘛搁来烤嘞，对吧？啊，但是爱挖迄个花枝哦，吼、哦。来，咱再搁来擦一下，迄拢无问题吼、哦。你看，安尼擦落嘛是水当当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免烦恼吼。搁、哦、来吼、哦，咱即马遮吼，同款有哦，吼、哦，嘿，一样的。好，我遮着画一个半开的吼、哦，嘿。啊，遮搁来画一个花苞吼，安尼吼，安尼。啊，咱遮嘛再搁画一个花苞吼，嘿，咱即个所在，
因为吼，咱今仔要画作品吼，甲练习的无同。练画作品的时阵，就是爱有长，啊爱有短，吼。啊花吼，爱有复杂，啊爱有人人，爱听无？吼，这就是步数吼，嘿，我连步数拢甲恁教吼，嘿。啊学起来就会学起来吼，学袂起来，只要会啊画就足够呀吼，免烦恼。好，啊，咱这老长的所在吼，来哦，进来进来遮，咱就会使家画吼，迄半开的吼，好，遮嘛会使阁画花苞吼，安，吼，啊，而且吼，即款遮吼，咱如果若是讲啊，即个遮家画一蕊，会使无？会哦吼，来，假设，你讲老师，我才一角想要家画一张，无要紧哦吼，可以哦。哦，都没有问题，所以咱即马遮个花，加讲好啦吼，咱就无法画一边，吼，白同款吼，保持吼这支笔，来你看，下底是毋是白？面顶啥物色？红个哦吼，啊保持啊，你毋通规个吼白甲红个，佮个蓝蓝个，我剩一色，咱就是要互伊变化，安尼好无？吼，看看画吼，好，你若袂晓，就是讲空起来，空起来，来，我你看，我你看吼。我画空起来，安尼对无？嘿，啊，咱再改改染色哦，有无？安尼染对无？吼，安尼染对无？吼，哎，拢会使哦，无问题吼。嘿，啊，即摆来的时阵吼，佮同款咯吼。我有讲过吼，假设咱即摆只只花，哇，伊安尼，你今仔要想要佮家画一个，嘛无要紧咯吼。即个老人的所在，好，你即摆安尼画起来吼，就差不多吼，就已经差不多啊吼。诶，我这边吼，搁家掠一撮啊吼，安尼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吼，啊这边吼，搁画较侪一丝啊吼，嘿，来，咱即马第几步啊？一、二、三，第四步咧？花蕊。毋是。第四步就是搁生枝吼，来，假设我即马吼，来你看好啊吼，咱咧画图的时阵，有时阵吼，会安怎你知道？哎，遐搁甲隔一蕊啊！啊，遐搁甲隔一蕊啊！吼，啊，要安怎？就是爱生枝予伊，吼、哦，来，我即马变讲安尼吼，来，你看好，安尼，哦，一个正蕊的，二只对无？嘿，啊，搁一个倒迄个花苞尔，安尼要安怎？就是遗传。嘿，对对对，有聪明，就是爱生枝吼，爱生枝予伊就好啦，吼、哦，来，我来生了吼。甲伊生出来吼，嘿，啊你看安怎生，咱来看，好来哦，即摆吼，好，咱即摆只花是就结出来对无？来，安尼生啊，过来，有生出来无？有啊吼，然后再搁生出来，即两只是萼，花萼的萼，吼。这中了一点，这一点，等下就是要画画迄个中的吼花蕊吼，花蕊部分，咱就会使先来，即个乌的吼先来点一下，点一下吼，来，先点一下，先点一下吼。啊，这样对嘛？这个两个无记伫遐，要安怎？我有讲过，爱安怎？对，爱会遐生吼，嘿，生枝出来。嘿，有啊，安尼一枝，搁一枝过来，有啊。啊，你啊，再搁画花二、金两、三、三笔，吼。生出来就爱画迄种。嘿，咱生出来来注意吼，咱即马记的时阵吼，即马遮有着无？好，遮咱嘛会使搁生，遮是毋是搁有着无？咱嘛会使遮搁生出来。哇，安尼有看到无？嘿，咱拢会使安尼。其实梅花的枝吼，伊足侪啊吼。嘿，来，咱遮遮着甲伊。好，来这边一、两、三，来看无？伊这个吼花萼真短哦，吼，真短哦，吼。啊，那迄个樱花伊就真长哦，吼。好，啊来，咱这就来点一下，点一下吼，嘿，来，花萼就予伊入来啊，吼，花萼，咧生枝的当中，吼，花萼就顺续予伊入来，吼，搁来，好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这个一、两、三，啊，一、两、三，吼。左边、右边、中间，还够无？你看，左边、右边、中间，安尼知哦？好，来，
这同款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来哦，咱只梅花就拢滴咧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嘿，其实无困难吼，无、哦、困难，拢同款嘛，吼、哦，因为伊花拢同款吼，啊，咱这滴互伊出来拢无要紧吼，好，啊，咱这吼，就搁家画一挂吼，伊有迄迄枝是毋是有安尼长起对无？好、哦，捌看过无？哈、嗯，有看过吼、哦，嘿，咱若去欣赏迄个时阵吼，有时阵这枝安尼串串对无？捌看过吼，会安尼串串吼，树头较会，嘿，较济，咱就家会使家画出来吼，哈、哦，安尼，好，即摆安尼就出来吼、哦，嘿，啊，咱即摆时阵吼，就会使来画啥物？花蕊啊。花蕊，啊，花蕊的时阵吼，咱只来用，我有讲过，要用小枝啊，是大枝的。小枝的。对，爱用小枝哦，嘿，来，小枝，哈，爱用小枝，啊，这小枝的时阵吼。咱用墨就好啊，用墨，哈、哦，用墨哦吼，来，啊，你即摆时阵中诶吼，就是该开开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开开，对无？嘿，咱为中诶这部分先画吼，为中心吼，安尼画出来，画出来，敢若太阳光，敢若太阳诶光，吼、哦，嘿，啊，咱即摆迄啊，假如正蕊诶，找我啦。这样的找迄个侧的，吼、哦，来，这是侧面的哈，侧面，咱画画一边就好啊，画一边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好，这边嘛是画一边就好啊，哈，爱看花，啊，这个搁正蕊的哈，啊，咱就是爱搁细，敢那圆的光线哈，黄的圆的光线哈，嘿，你若照桂枝珠的方法画哈，嘿，拢无，绝对无问题，哈、哦，绝对无问题，咱像这吼。嘛是会同款哦，会使搁画花哦，吼、哦、画一半就好啊。即嘛一个正，啊即侧面，啊即嘛侧面。我知影即花啥啥对恁来讲可能会较困难，无要紧，吼、哦、恁画偌济，咱算了偌济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、嘿，因为我教的时候吼，就是甲恁教较完整的吼、哦，较完整。诶、欸，我知影吼、哦，咱内底吼，我有真侪真厉害哦吼，嘿。嘿，啊，有时阵吼，老师教啥吼，啊，伊就有法度画得比老师较水，吼、哦，嘿，这真厉害啊吼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就是甲恁教较完整的吼，啊，恁人落画，啊，恁若即较复杂的吼，有个人吼，拄开始嘛吼，拄开始袂晓画无要紧，你就会使照咱吼，你早练习的吼，的方式落画拢无问题哦吼，嘿，啊，但是因为吼，有时阵吼，咧欣赏人画吼，嘛真欢喜啦吼。哎、欸，你看人在画的时阵吼，会感觉讲，袂歹哦，吼，迄种感觉吼，也是很开心的事哦，吼。哎，咱这样就顺顺看看，啊，倒位啊吼，迄、那个花丝爱搁白加落去，吼、哦，花丝加落去，因为咱即马是用乌色的，用乌色的，啊，搁来花蕊，发现花蕊要用啥色，知影无？唔知。来，咱搁用新的一支色铅笔咯，哈、哦，色铅笔。来看好哈，好，我摕倒两色，一个白，一个黄的，了拍开哈，嘿，啊，咱着吼，这水一煮啊着好啊，来白匀一个，啊黄的匀一个，哈，了吼，着咱开始点，点伊的花蕊啦哈。花蕊部分吼，啊，这样来用完了吼，同款，搁白点一个，黄的搁点一个吼，嘿，啊，这个中间咱再搁来点落去，安尼的时阵吼，咱这个花蕊吼，花蕊就出来吼，有无？有看到黄的无？哎，一点一点，来看好白色的拄一个，啊了后搁黄的搁拄一个，哈，啊了吼，咱就爱个顺顺看看吼，哎，倒位啊爱点迄个做啥？迄个花蕊吼，这个花蕊时阵吼。伊即摆先过结籽吼，哎，有像蜜蜂啦吼，啊是蝴蝶吼，啊伊着吼，同款吼，我才用完啦。每一回拢是白，啊一个黄的吼，啊咱落来点，吼安尼点点点吼，伫迄个花丝，吼、啊，即、這个花丝的面的上后壁吼，上后壁就是一点一点吼，甲伊点落去吼，安尼咱即个梅花哦，梅花就会长出来。有看到无？嘿，这梅花吼，就出来吼，
感官哈，每一回哈，白色的、黄色的，哈，嘿，啊，就大点点的哈，嘿，大细点，哈，有安尼小可较大点的数，啊，有的吼，有一寡细点，咱就当变化哦，哈，会当变化哈，啊，咱迄时阵吼，咱一张吼，就得要完成啊，哈，因为这是初第一阶段哈，第一阶段，啊，你今仔背景，若讲咧画哦，小鸟啦，哈，搁甲补落去。还是讲话吼，伊即款是暗时拢会使哦吼，都可以哈。啊，咱只先第一阶段吼，记个部分吼，来咱还阁想一下。第一步安怎画？画掌哈。第二步？画枝。第三？画花哦，哈。画花了后吼，有时阵咱还阁看，阁来第四个步枝，哈，阁来再阁画。花丝、花蕊，安尼知影无？吼，啊，即花萼中间就是咱咧布枝的时候，花萼就家画落去吼。啊，即就是拢布枝的时间，哇，即咱布迄个布枝的时间，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即个着老师吼示范到遮，吼。啊，过尾只画完，搁来着画啥画？搁来着画甲恁画啦吼。咱即老大，即老大哥吼。拢真厉害哦吼，你看是嘛真快乐啦吼，嘿，啊，过来就换恁啦吼，好，啊，咱即下吼，就加油吼，好，谢谢。